在地铁上遇到的那个女孩，最终答应了做我女朋友。我终于找到了那个满眼都是我的女孩了。果然，感情的顺利也会让工作更加顺利。经理今天早上给通知我，下个月涨薪。你要买一束花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那个刚换的挺好的，这个金发。那个我经理通知我下个月涨薪500。真的？那我们出去庆祝一下。那我们庆祝一下呗，说你想吃什么？我们出去旅游吧。当时我的心突然咯噔一下，因为我是一个月光族，一点积蓄都没有。突然一下要出去旅游，难免会囊中羞涩，有点心虚。我们这样，我怕室内逛逛吧，跑太远了也累。这就是你说的旅游啊？这怎么不是啊？这个是旅游观光巴士。这就人带了没？啊，带了。谁能拒绝在看风险同时来一首稻香吗？是啊，来这个城市已经几年了，都还没有好好欣赏过窗外的风景。原来放下手机的路途是那么的美。我们不下车吗？下车干什么？下车去景点啊，不能不白来了吗？我们看过，就算来过了，下去能浪费那个钱干什么？那我们这也很算旅游啊。风景都看过了呀，通往关怀的上海风景，看风景看谁，去看什么，而且是谁去看。啊，那黄鹤楼。